求的话，好不好？滴滴要学，你可以来教我，这样是可以的吗？我们今年的话，就会在 高雄地区的高中以下会去指导棒球啊，不论是那个棒球社的或体育课，那希望你们可以来我们这边申请，我们都会到学校来指导你们打棒球的。谢谢林姐的说明哦，啊，那个询问的电话就是看这边，电信一样。那我们那个详细的情形就是上我们的官网或粉丝团去参观我们发布的讯息。好，那我们感谢四位选手，那我们。